天父的孩子，早安。请跟自己说，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有上帝的恩宠跟随我。我是蒙恩得救的义人，我已经因信称义，大大蒙福了。我是香香牧师，谢谢你和我一起祷告，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大有力量哦。奉耶稣的名，现在我要宣告上帝的话语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，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我们中间，必因我们欢喜快乐，默然爱我们，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八到九节，这样我们的光就必突然发出，像黎明的曙光，我们的伤口就必快快复原，我们的公义就必行在我们的前面，耶和华的荣耀要做我们的后盾。那时我们求告耶和华，必应允，我们呼求他，必说我在这里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我们的医治者和供应者，请你拿掉我们里面不相信的恶心，调整我们的眼光，除去谎言、错误的信念，帮助我们信得对、活得对。今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接受你的真理，同意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语。谢谢你关心我们的工作表现，谢谢你关心我们孩子的成长，谢谢你保护我们家人的健康，谢谢你在乎我们微小的意念，谢谢你乐意解决我们生活上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。谢谢你在任何的情况下，你都坚持爱我们，支持我们。天父，我们将今天交在你的手中，谢谢你已经赐福我们、保护我们、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使我们尊贵常与我们同在，保佑我们不遭患难、不受艰苦。谢谢耶稣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，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我们承认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已经祝福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，天天住在恩典里，有恩惠慈爱跟随，有超自然的保护和供应，有美好的 shalom 幸福、喜乐、健康、整全和平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 Amen。